静坐有各式各样的方法、切入点。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切入点。我们一个人，你我，从早到晚都集中在头脑，离不开头脑，离不开头脑投射的一个虚的世界，念头世界。一个人首先要懂得把身体每一个部位、每一个细胞找回来。我们身体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体，身体本身也有意识，这个意识是一体意识，是透过脑，我们把它盖住，盖住我们才走到一个昏迷的状态，人间的二元对立的状态。进入到身体，一个人才可以从身体走出。身体走出，才可以从人间解脱。落在身体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体会，才可以入门。接下来，就让我用声音带着你我进入身体。我们进入的方法是从地球中心，从脚心反方向走到头顶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扎实，跟地球老早脱离、分离，所以首先我们要利用地球所带来的最原始的能量，透过我们身体，把我们的身体意识找回来。首先，我们全身放松，肩膀、手、
放松，胸腔、胸部放松，肚子放松，腹部放大腿放松，小腿放松，脚底放松，中脉我们观想起来，从头顶透过脖子、胸部、腹部会阴，插到脚底，中脉放的光照明到身体每一个角落，光温暖的光把全身温暖起来，透过脚底穿到地球，跟着他走，他一直往地球的中心不断的延伸下去，中脉一直穿到地球，温暖的擦擦，转到地球的中心，我们都可以观想起来，地球的中心漂亮的红色，温暖的红浆，红的液体，红的气体，
的能量最原始、最补、最均衡的能量，地球的中心跟我没有分开，他爱我，关怀到我，非要跟我结合。为我加持，透过中脉红色的浆液体能量，一点一滴从地球的中心流上来，一直往上流上来，流到我的脚底，透过我的中脉进入我的身体，从脚心进来，我欢迎它，接受它，因为我知道它就是我的生命的根源，是来加持我，让我带回到家，体会到地球的爱。